美国中国旅游业的一个出口，大家会觉得哎，这车我得坐一下，是不是？是，就发个微博什么的，很新鲜，谁先坐谁厉害。对，然后这个车到底安不安全？它是使用什么样的这个动力？那肯定是一个国际性的列车，那肯定要由四国来共同、它是有轨的来设，当然是有轨的，设计有轨道啊，上面有大辫子。辫子是你少说一些恐怖的事儿，跟那也没关系啊。好吧，希望这个东西能呈现出来，我相信一定会带来很多的这个旅游业的发展。对对对，今天呢，我们继续讲赏安迪一首他非常喜欢的歌曲，来自于 John Legend 的一首。何来奖赏？就安迪很开心嘛？为什么要得到奖赏呢？我做了什么好事 ？Because you deserve it 啊。好吧，来自 John Legend。我还是真觉得挺好听的一首歌，All of Me 和大家一起分享。三八，瓜子跟啤酒给我拿来。啊，来了。三八，点烟。啊，知道了。当然也有另外一种，就是你没有看到人家受苦的时候呢，人家有可能就是之前辛苦工作之后就为了到巴黎这边来晒晒太阳啊，对，路边待一待呀、啊，对不对？他应该指的是巴黎当地的人的这种生活状态啊。我觉得他的这个他想表达的呢是，其实人到了最后呢活。是什么样的一种生活状态？是需要与自然接触，是需要这闲适，是需要一个好的环境。这耳机挺不错的，送给我吧。去为之奋斗，就你人生起码你得搏过一把，对不对？你为你的这个目标燃烧一下青春，浪费一些，就是这个奉献一下生命，之后你才来说啊，我现在就可以休息了，对不对？期待那一天不要来得太晚，是吧？除了不能移民。怎么着都行，跟那有没有关系啊？Your day welcome。好了，这个小时先到这里，我们下小时来讨论一个话题。大家可以继续来听歌哈。Songs， 那 right here， 下小时见。Why you gotta act so naughty? Oh, na-na. I'm about to spend all this cash. Oh, na-na. If you keep shaking that. Oh, na-na-na. 先来了。该你了，大胡子。好嘞。好嘞。
那座蛋。你他妈作弊！有某种人，你作弊，不是你的牌，不是你的牌。Thank you.